小戴是一个真有理想的上班族。伊上大的梦想是买一栋厝，买一台车，然后生两个囡仔，佮娶一个某。我唔丢弃啊！是先娶某，佮再生囝。伊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就是放假的时阵，一家伙啊，欢欢喜喜的开车出去佚佗。就在这个时阵，伊竟然忽略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一个看起来无啥要紧的小动作，却造成的梦想瞬间破灭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国道顶端一台火车落落来一箱货物，小戴紧急登完相片，悲剧都安尼发生啊！啊，好佳哉，只是梦噶。予阮重新来过，这拢是后座无系好安全带效果。当初有系安全带，这一切拢未发生啊。伊生活当中的小确幸，就是放假的时阵，一家伙仔欢欢喜喜的开车出去佚佗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伊竟然忽略一个小的动作，咦，唔对，伊无袂记哩要系好安全带。就是安尼，安全带应该确实坐过肩胛头，并且串串盘过行程，而且放伫个手骨顶端。高小的小朋友爱片面安全带，设置的安马棍。有心的妇人使用安全带，应该将腰带拴位巴肚下骹，以免紧急刹车或者是弄掉时阵伤害巴肚内底囡仔。现实生活是袂当路标定来哦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澳洲乘客无系安全带跌损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.6倍，千万唔通自食受苦，而造成无法度弥补的伤害哦。大家做伙来，今早提起后座，做伙下安全带。安全带来新型号，安安下着专家号高公局关心您哦。